好，停停停，你们俩停一下，看我这边，啊，不要动哦，因为暗的哦。好，走。小杰，啊，看我这边，小杰，看我这里。好，走。对啊。我跟妈妈坐中间，你们坐前后一个位置。不会有鳄鱼啊！我跟妈妈坐中间，你们前后各坐一个，谁要前谁要后。我要前，那我后。好啊。那我跟爸爸坐。啊哈。那有鳄鱼，它怎么轨道它都是？没有鳄鱼了，没有鳄鱼。怎么可能有鳄鱼？哈哈哈。跳跳要走，跳站前面，跳站前面。你放喝酒，你没有在搞混了，我这边有放钱的。前面的你要到左边。OK。我们两个坐中间。这样到时候喷水就先喷到我这边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姐要下楼，我要下楼。哇！你帮我拿着，好，先不要动到上面了。OK。我来拍照。哇，我们进入仙境。哦。喷水耶。我们现在是在做森林周。来鱼仙口，其实就是有点像飘飘河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哎，这样好看。姐姐可以顺便转过来。姐姐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来，再见。帮我，你再往后拍。三，大学货。它有剧情，有熊。哎，上面那是什么啊？没有什么。小杰，看我这边讲话录影。介绍呗。我们在做森林周。什么是森林周？森林。森林中，哎呀，不会喷水吧？不会啊。我们不用穿泳衣的。这里。哇，前面有河，他在那边荡啊荡啊。呜呼！我们来了。我们后面是空的。对啊，我们后面没有人来。因为很贵。你看的哪一头？哪里？好恶！上面有三只星星。你现在看到这么远了？不止三只，四只。哪里有四只？上面啊，还有一只啊。哦，对。也还蛮快的过来。猫咪，干嘛？这是蛇吗？哪里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哦，救命啊！爸比，爸比，假的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目前很假。啊？你还去摸？你只……爸比，那真的啦。去。可是，如果是真的的话，它不会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，它会到处跑，它不会让你一直看到。大只的，有可能。可是我摸它，它没有动哎，不过摸起来。还蛮像真的，我觉得它是，我觉得它是真的，还蛮像真的。那你还去摸？万一它真的有毒？一般人不会摸，就走吧。哦，
时候这里有激流哦。别不要，不是爸爸，不要说话。然后我们翻了，我们没有穿安全绳耶。这个其实很浅。啊。真的超慢，他真的很慢，他就是飘飘回啊。不是因为在走吗？他像在喷水。哎，后面可能有船。哦，雨轩，赶快跳到后面那艘船去。讲什么东西？怎么会有船来？不是要有坐才有吗？他就没人坐啊。哎，那边有个黑人哎。哪里？哦，对。那是真的人欸，假的啦，到底在生什么？你在扯？不是，我刚以为你讲他，他就跟你挥手。可是他做得很像。对啊。那边都还有好多真的黑人。我调对。哦，旁边还有一只烤猪欸。嗯。没有头的旁边。那是猪吗？没有头的。哎，羚羊。出来那个洞口，那样子就是那个洞口。因为第三排是位最小，屁股坐到。吓人！你坐侧的，比如说你屁股坐侧，你想就往那个侧，你这样的话就是。这样子重心就比较重，而且你这边又比较重，你妈比较重。全都往你那。我来评论。那里有一只 rhino。两只。对啊，他脚就给我里面伸。哎，你看你过来，我们都重心还在那里，你姐超重的。关我屁事哦！你跟爸爸，哎，不要过来，你过来就往这，你看你过来就往那，真正最有握手就是你。对，掌控左右的就是姐姐的体重。对啊，对啊，她最重。应该多一点的，好凉快、欸。你们很好下哎、欸，这根本就没什么。那边有人被倒掉啊？要配合一下没？就是，我彩姐，你真的不能乱动，因为哪一边就看你。我会怕的。啊，这个人是因为他踩到，他踩到陷阱。啊，不然他被掉上去了。我觉得我很怕这种，爸比，这种会吃尸体的秃鹰。结果我那个强力风扇动。太对了。爸比，你不要动，他往下。爸比，你差点打到。哎、欸，这会不会跳水下来啊？不会啊。你在想什么吧？哎呀，冻水了！哎呦！
你在裤子里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你会找不到。哇，大猩猩。哇。突然觉得坐后面很安全感。哇，怎么这里
有摄像头。对。那个吹剑的那个，对啊，然后刚刚喷雾喷满脸，对啊，有没有？不要给我喷哦！不要喷哦！你别闹！不长也要长，这上面有什么？番薯，那个草根皮有的。小狮子看起来不像，那个小狮子的嘴巴太短，就是狮子短了。我看有人的那个头发。好做地方啊。那我们等一下会去海洋的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海洋。有啊，有我们刚进来是海豚帕克。哦，他是在，他是海豚，海豚家的。嗯，还有吗？没啦，没了。那等一下，你再看一下地图，那个是询问处那个阿婷。我觉得应该在路口那。嗯，是路口那边。